你好，欢迎来到茉莉手工。树叶书签。所用到的基础结、斜卷结、单向平结、凤尾结。这些基础结之前都有发过慢动作的视频教程。不太了解的可以往回翻看一下。开始编织，100厘米一对折固定在工作台上。100厘米一找到中心点做绕线。从中间以斜卷结的方式挂线，右边也编上斜卷结。按同样的方法再挂100厘米二。左一做轴线相邻的三根线做绕线，依次编斜卷结。右一拉下来做轴线相邻的三根线做绕线，依次编斜卷结。左一做轴线相邻的三根线做绕线，依次编斜卷结。右边的也一样。然后中间两线编反斜卷结，转一下方向，左四做轴线相邻的三根线做绕线，依次编斜卷结。再把轴线折回来，继续编斜卷结。
四边斜卷结。右边的编法也是一样的。线对穿金珠，未完待续。